好，所以接下来你要面对你人生中的第一次，第一次一个人的演唱会，对，第一次演唱会，演唱会名称叫做 Make It Real。那就是其实 Make It Real 是我这张专辑里面的一首全英文歌的歌名，然后我刚刚好大家都觉得这个口号不错，就把它拿来当成是一个好像梦想实践的一个演唱会这样子。11月26在台北，10月27在高雄。那这个演唱会是在我发片之前开的演唱会，所以呢来现场的人也都是除了我校园有唱过的歌之外都是第一次听到这些歌。其实我这个演唱会就是真的就特别 for 就是一直支持我的歌迷，铁粉还有所有 MP 的歌迷，对，愿意来现场听我唱歌的歌迷，我要把我所吸收到我学到的所有东西第一次先给你听过，然后再给别人听。刚才有问到说我会不会紧张，以前是大家一起聊天或是一起唱歌，可能六个人可以分担啊，然后现在要一个人撑整场演唱会，不只是要唱还要跳还要讲话还要维持整场的气氛，会一定会紧张，然后也有可能我可以保证，也有可能会有问题，就是你知道出包 ，life 就是这样。不会、啊，你会像你那个歌一样 ，Nature High。对，就是对，也有可能会出错，有可能会有，像我昨天去校园就一甩帽子飞出去，超好笑。我的毛毛飞出去，然后我的帽子，你还有一场跌倒不是？还干嘛？对对对，我还有一场跌倒，但我都觉得这是一个很珍贵的回忆。那这是我的第一次的演唱会，所以我都是第一次的新歌，我会觉得这一个回忆可以留给当场的我和所有来现场支持我的人，我觉得这蛮想起来蛮美好的。嗯，所以我会紧张，但是我会很期待跟大家一起完成，不管是不是100分或是80分，我都会觉得这是一个很棒的回忆。嗯，对。